撑死他跟我同等水平，他不可能打得过我。他跟我们同等水平的话，我们也就正常也就五五开，也不会到哪去。来学学猴子打狗头，你每次都打不过，为啥呀？行，学一学。那死哥打野不带闪现，我们这辈子不会死，这辈子也死不了。这把不怕打野抓，来打野抓，直接把打野干死。一级学个 E。冷。还有8分钟开奖啊，1/2的中奖概率，差两个飞机我们可以完成福星挑战任务，兄弟们。一级先学个 E， 这狗头人带起风，他没有对拼能力，你不用带传送，你就带点盐，王者以下全带点盐，在这一等。别着急上啊，看他学的什么。来，直接 E 上来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打跑。一级学的 Q， 一个兵也别补，他敢补兵就过来 A 的，就往这一站，看到没？就往这一站，这兵他敢靠吗？他不敢靠吧？这有什么打不过的？小兵过不去，他过来我们就 E 他，扛着兵也没有问题。小兵补最后一下，你看他敢补兵没？他敢补兵 A Q。一 A 让塔砸一下没关系，吃个药来。谢谢北风吹过的天空。谢谢北风吹过的天空，兵线不用着急往里推，就往这一放，他也不敢补。塔前也没有事儿，啊，塔前也没有事儿，他也不敢补，他没学 E， 他要学 E 以后呢，就往旁边站点，别让他 E 掉人儿，再加 E 兵。来，小耗一波，皎月这波来帮我越塔。来吧，我给你扛吧。他还没传送，这波正常打野不来的情况下呢，就不推线了。回家，谢谢北风吹过的天空的飞机。不冷了。你要是冷吧，你俩真给你去埋汰。哼，不要，我不冷了。你真的不冷吗？我不冷了。你要给我披一个毛毯。还有3分钟开奖啊！刚才这边教学，如果不知道一个飞机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还有1/3的中奖概率啊！你到底冷不冷？我冷。那我给你披个毛毯。啊，你给我披个毛毯。我不用。枯萎，你都枯萎错人了，你往哪跑？他想多补个兵，那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杀完他以后，看见没？这波兵，这波兵啊，直接往这一控，往这一控，我们要光。哎，炮车没了，每个小兵补最后一下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六，他四级，他没带闪现，一会儿他还得死，知道吧？哎。这种小兵他直接就不打，往这一放，但是不要让他进塔。哎，这个位置刚刚好，狗头人就已经玩不了了，看着没，已经玩不了了，他就跑打野，跑野区去了，这不就完事了吗？这不就崩了吗？这还用打呢？咋打？这不直接就崩了吗？四个样，
没事，那个小兵他走，走吧，都走，啊，都走。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！他去中了，你让他去收啊，多好啊！我推我推不过去，你他吃了三元经验，一共中了就那么多兵，让他吃。好，这波不控了啊，控不住了。正好我们六了，可以越塔了。还有2分50秒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狗头人去中了，赛人不跟他抢了，往上走了。赛人来上，赛人也得死。我这波话就放这，谁敢来谁死。刚才有弹幕说你是小麦，我是蒙娜丽莎。你上来干啥来了啊？你上来干什么来了？我说没说过我是谁上来谁死？我说没说过？我是没说过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直接一出塔，你不用在意，不用担心。他变成做鬼也不会放过我。谁谁的传送？他这边就傻，他不控线。还有1分钟了，还是1/3的中奖概率。兄弟们，能不能动一动？动都不动。一动不动。一动不动是什么？是王八。来个皮孩，谢谢狗不请自来。谢谢狗不请自来的三个飞机。谢谢狗不请自来的三个飞机。谢谢素质牛给有素质的人。谢谢素质留给有素质的人。这个赛人先把炮车吃了。谢谢小龙龙龙龙龙。吃完我们把屎吃了。谢谢龙。我好像看见一个什么东西。谢谢你的红。还有意外收获。那你这赛人不也死了吗？你这么玩，假装打不过啊。假装那波打不过他，直接 EQR 转起来 ，W 一开 ，AQ 再转，往前走，频率接 Q 再 A， 不上了。他交闪，他有大，他串我们塔下，我们可能会死，不上了。闪就闪了，无所谓。这波他得回家，回家我就吃你塔皮，不用提醒我，啊，不用提醒我已经防沉迷，没有用。今天我要杀人。赛恩是去下了，是去上了呀？啊，是去上。谢谢勾 A 的飞机。完了，你跟我打啥？跟我打什么东西？你跟我说。
点盐，可恶的点盐。给了他一个600，这把队友还行啊。他刚才就应该冲下路，他都不应该冲上，他冲上路干嘛呀？三项，抽个扫描，出门。干啥来着？谢谢蓝莲汉的媳妇儿。上路这种人间炼狱之地，连善人都不来了。嗯，谁来谁死。善人也跑去中路去了，这波塔皮我们吃的可老爽了，善人去下了，直接把他二塔给他拔了。那死哥不能来，死哥来就把死哥杀了，塔下直接杀。啊，搁下呢，直接二塔没了。三项拆塔老快了。出来打，直接转。W 平 A 平 A 再转，平 A 接头再平 A， 你们东西是真多，我操！那死哥给个大，奶妈又给个大，腰着这大其实没必要，你就一万个人给你大，你也打不过我，你还这么多人给大还，你是真累，你们家是一个加血一个减血。赖逼，这么赖都打不过，还赖呢？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。狗头人没有耀光，他要有耀光还行。蓝也不是不够用，哦，好大，没事，奶妈也得死，因为我到了。给个300，谢谢。狗头人给他越了，拆塔更好，中塔拔了。救救，快救救，闪一手。哎呀，这疾跑有点时间，有点长啊。
这波应该往右边闪，确实哈，闪没闪好。他再 Q 我一下也没有关系，我应该穿墙往这儿穿，或者是往这儿穿都行，左边右边都行，没穿好。嗯，闪的有点早了，闪好了他打不死我们。把峡谷打了，直接中推吧，直接把他中路给他下了，直接中推。把中路直接给他拿下。我操他妈给你狠的呀，你咋的呀，给我个蛤蟆。人有点多，谢谢宇智波广坤的电音小子。我们这把不好赢啊，怎么不好赢呢？为啥不好赢啊？不挺好赢的吗？那21-8两条小龙不随便赢吗？咋玩咋赢啊？哪去了赛因？真能装，这么能来啊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完了，说实话给我气坏了，太装了这个金克斯。主要还是太能来了，来了能有两管子血，加血来嘛，一顿来。小大龙吧，小龙吧，先打小龙。杀奶妈吧，杀奶妈。主要还有个虚弱。来。打！哎，
你干啥呢？还有你呢？你不挺狠的吗？啊？装成这个样子，你没闪现，你在我面前 A 什么东西？怎么直接就开了？不用，那死哥下不来。你那皎月只要有惩戒，他不可能被抢，必不可能被抢，被抢了就骂打野。一会儿别人我都不打，我就打那金克斯。我们做点事儿啊，不愿让队友打的时候我们啥也没干，这波直接上高地。你们这么喜欢打团战，那就继续打。那不行，这打不过的，不行，这波没有答复的，没出啥护甲呀。当然我们跑肯定是也跑不了，他有疾跑。哇，这么刮吗兄弟？我刚才要能有个布甲还这个，换个小反甲我还能跑一跑试一试。其实这把死的有点多了，我戳一个。把赛恩杀了，能找着吗？找不着不行，中推吧。就俺们俩呀，跟我们打游击。跟我打游击战，你直接把上路推了，去推上路来。偷上塔了，二打五这波，二打四。没人吗？这队友呢？真没意思。追踪旁边老有人，他们家我们家老没有队友，一等旁边
小龙吧。打不过，他是个屁，他旁边没有人还打不过，老有人旁边一整就整个奶妈，整个金克斯出来跑得可快了，俺们就没有人。没人你也打不过，嘴硬。对，我打不过，完了呗，打不过那就完了呗。那你想表达啥呢？打不过，对，确实打不过。狗头人是最狠的，狠成3-6了，14级，确实是打不过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不把他们都杀了啊！还放他们跑了，这第四条龙还能给他们拿了，我他妈都不知道在玩些什么东西，我操！打了半天，他妈磨磨唧唧的，30多比10几，完事推不掉个高地，不知道在推些什么东西。老是对面人比我们家人来的快。打得真他妈的烦。这对面这个破阵营还能抓人呢，不知道怎么抓的都。多少钱？1800，差400。闪现减速。我决定去打个蛤蟆。这波不能打了。去打个蛤蟆。这是要打大龙啊。6秒，不交急上。4秒。3秒。没法上啊。没事儿，我就偷家去吧。你们慢慢打，加油！我撤了。谢谢鱼子波广坤的电音小子。交给车切斯米达，这样对我死。那狗头人怎么回家回的那么快呢？怎么还有个狗头人呢？我得出黑切。
算了，这波团战出不出来黑切了，先出个这个吧。把第四条龙拿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把小龙拿了。剑行，这不能让对面走啊，没法上啊，那有死哥。奶妈上波把闪交了，下波直接把他杀了。对面死哥没有闪，没有虚弱，他打了，下波来打吧。这给个大不合适。你是觉得你自己就是后边有人就等于无敌是吗？我有水龙龙魂，能不能吸得上来？看来不行。没有伤害，我们这没有持续伤害。齐亚娜十五级，你是掉线了吗？十五级。一会儿换分离者吧，换分离者干啥呀？换分离者，你就挺离谱的，你就别换分离者了，我换个你吧。换分离者干嘛呀？那就投，你们要不玩就投，也不知道干嘛。
有个龙魂都能让你给打输了。你想投就投呗，你是也不知道他妈干啥，搁这磨磨唧唧的。这人带线带一年，也带不出来啥花，15级，打到现在我都神装了，他都没神装，我现在挺狠的呢，那中单。那狗头人3级去的中，他现在能15级，你干啥呢？你到底还来不来？打前排吧，没办法了。那死哥有沙漏，继续。我得有闪，没闪我打不到金克斯。远古龙30秒。之前不是说也稳赢吗？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啊，不是稳赢，中单是个傻逼，我不知道。这都能打输，还行，剩个狗头，打远古龙吧。可以。远古龙先打了呀，我们还18秒活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最好能等一下，别着急打呀。这仨人有 buff。你们觉得就我们家这种阵容，你说金克斯跟奶妈能活下来吗？这种没有位移的英雄，那狗头人全程他妈看着我，我没办法进场，我进不去。玩个中单齐亚大，还玩个刺客，你要不会玩刺客你就别玩刺客，你要能打伤害那你就打伤害，你要会玩点那些什么打伤害英雄，玩点发条啥的，你搁后边哎玩一玩，那倒还行。你说你玩个齐亚纳，人打不着，有什么用呢？这英雄就只能逛，硬逛街。每一波都得我去杀那金克斯，还得。你玩个刺客，你玩成这个样子哪能行呢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 ！AD，AD，AD。好开。
剩狗头一个。哎，我怎么还能有远古龙 buff 呢？是个屁！太累了，简直累。